今年年初，立法院通过博弈条款，打开澎湖通往博弈特区的大门。澎湖人也即将做出攸关未来世代发展的关键选择。这是澎湖发展最后的筹码吗？谁来决定这一场澎湖人生存的赌局？8月10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公视13频道，我们的导播出博弈门前。